我以为牙齿已经干净，但牙医说不，还有牙垢，转换一款牙刷吧。我以为牙齿刚好。牙齿和牙龈之间的鸿沟，温和去除牙菌斑，改善牙龈健康。Oral-B 专业洁齿。眼镜猕猴，它们是树冠动物，是森林的保护，它也是跟其他的动物分享栖息地，来达到共存这个概念。它们没有一个安全栖息地，猎杀事件渐渐的上升。树冠桥是保护者送给他们的一个安全过马路的标志。星期六的时候，还是放心。外地疫情高峰期，大家都要注意防护口罩。一只女佣成了小男士，在家里头居然多个雇主在医院里实验室里跟女佣的相处产生了一些摩擦。这场疫情除了造成雇主失业，也给不少的雇主带来了职业伤害。单亲妈妈她是为了工作养家，需要女佣帮忙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但是没想到的是，通过亲戚推荐的中介请来的缅甸籍女佣 Rachel， 不但帮我解决了女佣去世的事，还成为她一年七个月的噩梦。在简历上虚报年龄，在实际上23岁的 Rachel 不开直播服务，因为而先去加入保护孩子的安全。